但我们在十字系内所见，兰州附近的家下之孤与罗活眷族密不可分，我们去看看会不会有刻板的消息。何况在兰州十字系中，第十三代灾女也提起了家下之孤。那就去吧，或许那里确实会有我想要的答案。爷爷，我有事找你帮忙，帮帮吧，值一生。凭什么帮你？整天见首不见尾的，平常我们的交情啊。英雄，到底怎么事你说吧，你不说我们怎么知道能不能帮你？哎，你也知道我一直要去查林真凶的事，但却发现那些魔将白手真的追捕他们。白手？他们不都是水明教之人，怎么会如此？这虽不清楚林真凶为何替他们那边做事，但在成都府那会儿，他到底是提醒了我们的，也算帮我们了一把。或许再回去救人，还能多点玄冥教的消息。行吧，这事我们应下了。阿良，你觉得兰州城发生的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于西，你问的是哪件事啊？这么问我，我可没明白。别装傻生愣的，当然是说你拿到科榜后看见了另一个你的事。兰州城内的事，我总觉得不安，特别是那女孩跟你说那些话。没，你也觉得有些诡异。以往我们进十字系，可没见过看过自己。十字系内不该做过往之事吗？我保证我以前没见过那个白夜女孩，我身边一直就只有你们两位姑娘啊。没，谁在问你这个啊？啊，我真的不知道。问我也没用啊，要不是我失忆了，哪和那位姑娘的对话就该发生在未来吧。我要怎么点她？张远大人为何在这里？小玉溪，我来这里找你啊。嗯，小玉溪，你从地脉乃森林之运，这地界横流不息，人间方得生生不灭。玄冥家的家伙此刻正在盗掘墓穴，找地脉汇聚之地，我恐他们有所图谋。竟然有这样的事情！好，走，先做支线吧。三女怎么不在？心雨是路上耽搁了，不如我们在这边等着吧。没，里面好像人在说话，好熟悉，是九音。我们先进去看看。九音大人，你们为何要与这些凡人共事？做好你的事情。九音，果然是你。嗯。好巧，就解决掉他们吧。好，这边应该没宝物吧？没有 ，OK， 很好。哎，要跟九音打了。哦，好哦，你完蛋了，你完蛋了，你完蛋了。我把你干爆。刚属性派两只够吗？他有两晕左了，就这样，好，这样上场。杨环攻击两个哦，琉璃法珠打得到哦。哎，可是他攻击不是哦，他攻击一样是用手，可是武器是琉璃法珠。哎，就这样，哎，没了，介绍完毕。看一下九阴的那个攻击招式长什么样子。
九婴他会施展什么法术吗？100%，我靠，法攻法防提高30%，所有被动绝学失效。哦哦，蛮普通的。好，等一下做一集。现在。区区狼哦，竟然敢在我面前放肆！糟糕，詹妮果然还是很厉害啊！果然，他们造出十次元，肯定用了地脉。难怪，此前他们在成都府制造十次元，而重庆府就有灵脉有官渊。我方才在外州遇到数个十次元。更半身而出的煞，师父知道我要来此，一路围堵。为了消灭他们，我颇费了些功夫。幸好你们先到这，才叫我肯定的学名叫制造石之源，确需是借地脉之势。哦，这个支线报酬丰富哦。何人劳务秦某？此地怎么这等妖物？现在除了他，万不能叫他坏了武教大事。自无所寻于无，那便受死吧。哦，是别人的记忆哦。OK。站这里。欸，他都站那里，为什么还没死？触发行动结束回合，随时获得一个检验状态。哇，那就是我要死了啊！啊，我要死了。什么？先去踩那个地方，然后再被打，然后就蜕皮就回血了。啊，そうですね。然后再站这里。哇，好像打不死欸。啊，打死了，打死了。我以此地修行千年，洞中森林皆以我为盾。可近来怎有这么多孽障入我际遇，扰我清修？看来这是要无出山呐、啊。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。是要出什么山啊？依依，你看这粉色的小花儿，就是上回我跟你说的桃儿七。没，原来这里也有种花，我刚看见了，不知道会说些什么。煮沙、蛊毒、鬼装、金物、
辟二气不响，足血解百毒，治风邪烦祸，撕破万剑。一，没，那就说这附近有毒物，但毒物不能吃啊。一还是觉得上回于姐说的灵色更好吃。好了，过了老龙灵山道，就该到教下之窟了。等离开了荒野鹿的城，便当你吃好吃的。于西，你在这般担心在这小不点为了大胖子，万一他成白手那模样，可怕可怕。玉池良，哼，你不懂什么叫做高歌思吉修，多愁多恨意悠悠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明日愁来明日愁吗？啊，还没有这么多感叹呢，你倒是为了吃就胆看起来了吗？那是这太安逸了。依依，你家乡在何处？依依觉得这世道都安逸，那他家乡究竟在何处？难道竟然比这还糟？那究竟是坏何处呢？从来未听说过。很远的地方，现在好像可能很难回去了。这小不点突然就伤感起来，这是想到了什么？于西，手里的叶子都快被你揉碎了。不是让你去温习心法的吗？刚才就觉得你不对劲了，发生什么事了？阿良，你说依依怎么每次看到家乡都……都支支吾吾的，确实有点奇怪，好像什么蓝眼之影。小声点。不过人总有蓝眼之影吧，像咱们认识这么久，也没听你提过自己的身世呢。玉池阳，哎，别气别气啊，疼疼疼疼疼啊，我错了，松手啊，是我说错话了。支线剧情在右边。各位棋主，白手将就是他选左。好，我们要去救他了。你们落到白手设下的陷阱里了，休想真的出来。白手，你这是何意？没错，你们勾结外人背叛圣女大人，我白手忠心一片，必要除了你们。白手，玄冥教可不是只有圣女一人。没错。那就是各位棋主了。幸好到个及时。云真兄，你没事吧？看来你们不仅没效忠圣女，也没效忠那位啊。金儿，真是大鱼一网啊。白手不把你们一网都捞起来。最后一集结束。居然想跑？不跑留下来砸了你啊！哈哈，走了，别让他啰嗦。放心，有我在。云真兄，我就知道你是为了去卧底探查玄冥教动向。林木贤，这世界已经没有云真，你不必执着于此。没错，小爷没问你。云真，要是你真的是玄佐，那白鼠干嘛追杀你？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。江湖？你这么形容玄冥教倒新鲜。一个门派内部怎么还生出这些事端？有的各位棋主，有的为了活命。我该走了。走？你能走去哪？我玄冥教你就死路一条，自然有人保我们。谁？那位先生，你有我们的命还有用。没错。日渐西，小不点，你怎么心不在焉的？有吗？云溪和你说了桃二七之后，你好像是总走神，
没有没有，都说了没有。没，这是洞窟。走走走，我们继续看看。哎，看来这是降下之窟了，终于到了哇！嘿，你兴奋个什么劲？不就是石窟吗？还是说你这金眼睛瞧见的和我们不同？这地方有什么特别的？难不成还能复转乱世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别把希望寄托在这神神秘秘的地方了。依依的家乡就……依依，你的家乡在哪里？就不告诉你们，呵呵，你们肯定没听过，说了没用。依依来看看这机关。这个肯定是这个。小不点，你右手点开。依依，你可闯祸了。啊，这敌人不强了，应该哎 ，OK。好了，应该可以轻松打。我们这边快转掉就好了。小不点，你快别动了，还是我来吧。这个的机关是不是被修改过了？这门呢，是什么样的呢？我大体知道这江海之窟是什么样的地方。这恐怕是千年前罗侯击剑双石抵达冥界时搭乘的载具星戳星茶。然后就成了这个样子，成了一个洞，都和老龙连在一块了吧？这是斗转星移，真沧海桑田。这叫伪装玉子哥。得了吧，还有伪装，我倒觉得这玩意儿是已经差不多了。再精巧的技巧，千年下来也得成了服务。世上能有永恒的玩意儿？好了，我们小心些，快进去看看。若这是罗侯双死降临之处，那说不定会有科凡士兵的消息的线索。啊，这乐声，怎么会有这首曲子？分明鸣人，这曲子从哪里传来的？阿良，这是你常吹奏的，是你梦中的那支曲子。哎，梦里，那不是玉池哥常睡的那首吗？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，这里空荡荡的，也不见人。我们还是先看看这个地方。十三太宰你让我们来，总不会是来听曲子的吧？没，这乐声到底是从哪里传来的？难道是那处那花纹和刻板碎片上如出一辙？那依依来看看，好像就是从前头传来的，那要怎么办呢？难不成得多敲几下？别动啊，小心，好像这个机关箱也被动过。改动过，但好像没发生什么啊。阿良，你反应过度了。就是，依依才不会每次都这么倒霉呢。就是这么倒霉。哇，当我没说。别怪我围住的东西，是什么？这个上面是我古怪的符号，难道这是紫金王鼎？像是传说中的一件宝物。阿良，依依，
我们下面此处妖魔，就看那东西究竟是什么。会吸血，需速战速决或挂上精英疗状态，会使用触手拽人，小心你的脆皮，他的拥抱，死亡的气息。换个什么人放在拉血路线上吧。没，这东西紫青文鼎怎么会在这？小不点，你知道这是什么？紫青文鼎，真的是紫青文鼎。于姐姐，这东西不是说消失百余年了？对，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，而且还在这种奇怪的地方出现。阿亮，你在干嘛？玉池哥，你在做什么？这东西可以拆下来，我去看看。阿亮，你最好还是……哇哦，这是找你说的线索吗？我似乎经过这里，依依晓得这地方在北上绿洲。爷爷在什么书上见过的？就在一馆凉州里。雨熙，你看，我这不是找到下个地方了吗？玉池凉，玉池哥，你可闯祸喽！雨熙，你相信我，这东西真没坏，还敢狡辩？没有狡辩啊，雨熙，这东西原本就是这样的，没有。握为时就会这么散开，就和团成沙化一样。我只是把内部的一组联动机关拆走，以后找个地方才方便呢、啊。定不辱命。竟然出来了，原来是因为紫金王鼎啊，叫我即使割舍的吞噬的混沌化力，也不得从此处离开幽界。圣女，看来花了些心思啊。不过，镇住此处就不得出来，是用了这与镇住化荒之境的九鼎同源的圣物。那看来混沌化力的力量确实了得啊。主人，属下与小右抵达时，水镜显像机关就已被拆除。无妨，圣女是我教出来的，她可不会自动的那些机关。只是这次居然是你来回报，而不是九阴。看样子我的小姑娘现在是圣女的祭手了。主人，照当前来看，仙鬼刻板可能被玉池凉接住仙灯，他若是销毁刻板，恐怕会要销毁石人宫早就销毁了，这其中定还有些我不知道的关穷在眼下，我不建议是这个人先替我保管刻板，不是圣女反倒更好。主人，当若是刻盘被销毁，石文的力量也将消失，若这样，你正要做的事找刻盘的办法也不是只有一个，地脉对刻盘不是有吸力吗？地脉经千年流转，这回怕是终于到了该到的位置啊。主人的意思是，刻盘会往楼兰方向散落。此次我会另派人去搬，你与幼师也不用再继续盯着九阴了。他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，你们继续去炼制十字元，寻上古法阵吧。是，属下告退。这紫金王鼎就是谁放在家下之库的？这个。真的是紫金王鼎，传说中的那个，没，就是这个样子的吗？
不是传说中和那个九个一样师出同源的吗？怎么不是少个个呢？玉子哥、玉姐姐，依稀记得传说这顶消失百十来年了，竟然被我们捡到，大吉大吉啊！这是福是祸还不好说，此物黄幼年后就再也没有过记载。哎，这两个这角色打错了吧？这是 bug 吗？没，这有什么关系？反正捡到是我们的，快看看这怎么用吧。好，新功能王鼎。啊，画像，巨锤画像，这有什么用？阿良，你来试念看看，看看你能得怎么来。传闻中始终会出现受魂石稀有的魂力，有时候是能提升魂石位阶的材料。没，就这样。暖这个大骗子，说好的事能从无声神友念出好吃的。看来这水画像确实是利用初元啊，初元从我们行动应运而生。师尊曾说，人之动便与动天地之气，欲取于动，当与天地之气勾连，灵出的幻化。没，由我们行动中灵出的初元幻化成这些东西。那我们是什么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这是怪谈。紫金王鼎可熔炼万物，回收利用，这样倒是方便。哦，竟然能炼化这些东西？没，这果然是个鼎啊！怎么样都逃不出当锅的命运。你们看，都和炖糠一样哎。但看起来肯定很难吃，但万一好吃呢？好想尝尝，怎么办？消耗七点体力可获得一点出源。画像每次需要消耗12点的出源，画像可以获得魂石、魂眼、魂光，累计画像50、20次时，必定获得高稀有度魂石、魂光。OK， 然后这些魂力啊，就是拿融合就对了。然后这边有告诉你，融合是这些要需要什么东西。哦 ，so this 呢？哦，单次十次有差吗？出源是干嘛的？我刚已经忘记了，看一下。哦，消耗七点体力或者一点。哦 ，OK， 好，我们十点抽啊，十点画像啊。好，跳过动画。然后呢，我得到什么？怎么没有跳出来？啊，算了。没，果然神妙，这样得到助力也是更多了呢。紫金王鼎出现在萧下之乎，怕不是巧合，说不定和我们在兰州十字星遇见的那些过去之人有关。一个说神神叨叨的话，什么去和他出境的地方；一个看不见我们，却又说什么天劫、什么布置的。没，这话有道理，但就是人家留给你这宝贝，目的似乎不同。这恐怕确实是如此。哎，雨熙，话虽如此，但你这又担心什么呢？紫金王鼎现在在我们手里，想怎么用那是我们的事，咱们可不用管别人的意图。没，就是，雨姐姐，你也别杞人忧天啊，也说不定是那张脸留下的呢。不过我也没觉得神血宫是什么好东西。嗯，我知道了。哎，没银子吃的，得想办法恰点饭啊。哎，你慢点。你让我想想接下来要怎么凑字啊。有了，以本尊的阅历见识，完全可以靠回答你们这些笨蛋的问题来赚钱嘛。来，让我看看有什么热门问题。这个不错。老子澄清牛游天下，西出函谷关后去了哪？谢妖人在西域，干净营地，老子去向至今沉迷。不过我199跟我说过，老子西出之后路以敌为浮屠，当然了，我也不知真假。他在讲什么？你觉得是怎么回事？什么怎么回事？
就是那只曲子，你梦中总是半截那只曲子，这下脚下之哭也隐约想起那只曲子。我听见了，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。我以往还从梦中看见大片蓝光、琉璃似的通道，还有巨大的机巧呢，现在看起来都和脚下之哭有些相近了。这你小时候为了石人跟他毁的事，但是一点都不记得了。要是记得就好了，就知道这曲子就是怎么回事。曲子在脚下之哭出现，这或是第十三代三女所说的。这里欠我的答案。答案？这人是什么问题？阿良，我总觉得不大妙。你还说过梦里似乎多了一些灵上的片段，都是些什么？记不清了，灵上的梦哪真的记得起来。阿良，那脚下之哭出现这曲子，我总觉得不大对劲。那脚下之哭还出现了帮我忙的紫金王鼎呢，还有什么好想的？于西，脚下之哭是罗侯双子抵达冥界之所，千年前的传说了，说是从天幕之外降下来的。你怎么？没？那我们这种能力都进去，不可能吧？我担心脚下之哭与幽界其实能连通，别说我们一举一动都在玄冥教的眼皮底下。我没见过有记载说脚下之哭能连通冥界。那么？玄冥教里的罗侯眷族是怎么离开幽界的？这个张女说她去兰州查此事，还说在兰州等我们，结果也没见到她。而这家之库距兰州又不远，凭她这七魂转世人的本事，就想不到这个地方有可能有问题吗？阿良，你有话明说。我就觉得她奇怪诡异。我们去拿科盘，她在幻化剑派，知道史记系中藏过什么过去，又还要我们去查，说是在兰州等我们，结果我们咱们进去见到的是十三代詹女葛云一。阿良，怎么了？詹女的记忆是继承的，也就是说詹女知道当年的葛云一在兰州，感知到我们这些来自未来的人，詹女在等我们，其实是十三代詹女葛云一在等我们，说查罗侯眷主的来处。罗侯眷主的来处，时间，百年前的人，这究竟怎么回事？